我只想要知影，讲明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哪会讲走就走？拜托呀，甲我讲好无？伊是毋是拄着什么困难啊？月龙这人真讲义气啊，伊一定会甲斗相共啦。阮是真正毋知影，就前一阵仔伊定请假讲要转去，结果最后一个来公司的时阵，就讲要辞职转去南部，阮嘛足意外的啊。 对啊，明如哦，啥物拢无讲，所以阮甲伊讲，伊是毋是要转去甲你结婚，结果毋是。阮拢领准恁知影啊。对啊，啊明如平常时牵阮做伙时阵，拢是咧讲公司，伊真少讲着伊家己，啊佮因厝内底的代志，所以伊的代志，你应该比阮更加了解。 看卖无，我著干那知影因兜到底台南是毋是？请问哦，啊恁敢有因兜的住址啊？是讲电话啊？啊，有因兜的地址啦，我找互你。哦，我若讲正经的啊，我著要到台中啦，你是要先转去林林港才去台南，还是即摆要拼落？哎呀，你看，我是无差啦。 啊，不过即摆也落雨吼，天都乌啊，啊，毋是去人遐，毋知有好势无？啊，请教一下吼。嘿，即摆只啊跟有住啦。只哦，啊，因拢搬去高雄安尼，啊，讲要跟囝斗阵住啦。啊，对啦，恁两位是啥物人？哦，阮是明如的朋友啦。啊，明如你有熟识无？明如哦，哎呦，熟识哦，有剩哦。伊安尼真出息，我着看伊较大汉哦。啊，这查某囡仔吼，真乖巧。 真友好，佮做阵恁拍面做工过啦。阿嬷，哈？啊，伊毋做佮厝里人做伙搬去高雄啊？哟，阿明如去台北食头路，你毋知影哦？我知啊，伊原本伫咧台中食头路吼，啊尾啊则去台北的嘛。对啦，安尼对。阿嬷，啊伊即摆是毋是佮外头路啊转来南部啊？敢有？目前讲呢。啊，伊搬去高雄偌久啊？差不多有三个月啊。 啊，你敢知影因搬去倒啊？我听讲呢。为什么停记着你？其实你是一个好人，我真欢喜会当认识你。我感觉这是天公伯安排啊。 我真正足好运的，可惜，咱拢无想着时间会当关心对方。我对咱的未来有信心，但我怕我家己事业基础，我一定会带你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哦，讲会到就做到。 像这样的英文，会当给我哩，多谢你。亚龙，啊，你今仔日是要收还是要加？OK， 你看。 阮头毛型是兄弟哦，你电呢？啊你，电种头毛会是兄弟哦？咱真好啊！这是你家己讲的哦。带头话的，来做一个正港兄弟。迄个时阵，我是乱啊，决心要做兄弟。 专心来拍拼名声，拍拼经济，拍拼地位，拍拼一番大事业，让阮爸做一个大人物。只是后来，大人物做袂成，尾啊，我找到头路是一个轮纱班的。
敬畏啊！我做志工，做环保，皈依佛教，做上人的弟子。我嘛开始学种菜，我家己想拢想袂到，讲我会有遮个改变。连自细汉看我大汉的亲戚朋友，伊嘛感觉足意外。做事拄啊好，阁唔惊水。科长啊，啊检查了安怎？啊，你来了拄啊好。你眼镜吼，甲我关起来，阁开一摆。好好好。好来，开啊！开嘞。哎，安怎？好好，关起，关起。啊，是啥物问题啊？你这冷气吼，风叶啊也会断。我看哦，是压缩机歹去，啊，冷门嘛老了，这若要开起来，四五千块走袂去。哎，安尼免修理啊啦，无冷气就窗门甲盖落来吼，吹自然风，嘛省钱啦。你窗仔门盖落，啊若落雨咧，落雨窗仔门盖起来就起雾啊咧。起雾啊紧啊，甲拭拭就好啊，这我有经验嘛。哎，搁再讲吼，我即马嘛喊你咧开车，拢徛有倒歹嘛。今日是因为有一挂回收的物件爱载来遮吼，我们才开车。哎，郭总，来你看一看。遮哦，一挂派糖古虾，啊，搁熬汤哦。熬汤遮嘛有一挂纸类，啊啊，我拢整理好啊。遮，好哩呢。啊，咱遐功夫啦。客气，一点仔心意啊。